平时的调研过程中，更是围绕着就是我们西藏的民生，我们西藏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去做的一些调研，同时也是为我们西藏未来经济的发展在想着一些适合于我们西藏的一些需要向全国乃至世界去宣传的一些东西，在做一些这些调研。只有做一个责任委员，你才能静下心去做好委员，做好调研，然后才能真正的服务大局，围绕民生建言献策。